敢硬刚铁胆神猴的八大高手，谁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？八，姜文泰。出事！不让我请你去和杨宇轩作伴，损心长。果然不是姜文泰，是曹正淳的人。七，骆菊生。兄，给神猴敬茶吧。神猴请用茶。不敢当，请骆兄先用。童子献茶。童子献茶应该先敬读书人。六，段天涯。请神猴赐照。谢神猴，我已经报了救命之恩。五，归海一刀。曹正淳。三，湘西四鬼。湘西四鬼联手化解内力的本领，果然是武林一绝。二，程是非。金刚不坏成功。古三通。我一直都不知道苏欣在偷听我们说话，直到我知道已经太晚了。